开心的都不太会说话了，赶紧找他去吧，别跟我这掺和了。妈，咱这酒吧可删起来了。哎，你不回家，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回家了，你不在呀。告诉你啊，以后少上这儿来。
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没看见啊？乌烟瘴气的，没一个好人。妈，那你也不是好人啊。我是说外边。少跟我贫嘴！你发什么火啊？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要参加街舞比赛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放着长笛不好好学，你跳什么街舞啊？能跳出什么名堂？我就是为了跳出名堂才参加比赛的。行，我管不了你了是吗？随便吧。随便就随便。至于离婚，总比现在一个人看孩子好吧？这事儿啊，也别瞎琢磨了。谁知道孙大龙是个什么人呢？这事儿我也琢磨了，认命吧。妈，我走了。喝碗粥再走。不用，我到地方喝。店里生意怎么样？一天比一天好。你也不说过去看看？行，等哪天有功夫我过去。行，你进去吧。哎，好嘞。哦，哎呦，怎么了，洋洋？不哭了啊！哦，乖，不哭了啊！不哭哦，不哭啊！来了，乖啊，不哭。小玉，志阳。听见孩子哭，过来看看。没事。怎么哭这么厉害啊？不知道啊。饿了？刚吃过。是不是尿了？哎呦，我看看，看看啊。哎，可不嘛。这个，来来来，给我。哎，别别别，我来。难受了是吧？啊，没事了。好了啊，我给你换了啊，来，我们换个新尿片儿啊。妈，哟，你来了啊？来找老二吧。他不在。嗯。哎呀，以后啊，没事常来看看我。行。老二也不常回来。我一个人呐，闷死了。哎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没呢。没吃吧？正好。什么呀？这是我炖的排骨。哦。一会儿咱俩一块儿吃。行，好嘞。来，过来，你先等会儿啊。来吧，把这个呀给小玉送过去。她一个人弄个孩子，整天吃不好睡不好的。哦。行啊，留神，慢点。嗯。好了，来，不哭啊！来了，啊，于姐啊，我婆婆给你熬的排骨汤，让我给你送过来。哦，那放那儿吧。啊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们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能来？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都是这孩子，刚才哭得厉害。来来来，垫着点啊。
哎，这孩子怎么能这么抱呢？来，我来。哎，好，小心。哎，小心点。好，这孩子还真是不能随便让别人抱。小孩子都娇气，男人的手都重，还笨。于姐，我来吧。啊，没事儿。嘴哪都像。于姐，还是我来吧，你们都忙，快去忙吧啊。哎，行，谢谢。谢谢啊。行吗？我没事，你快去忙吧。你别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？什么叫疑神疑鬼的？人家一个人又带着个孩子，是挺不容易的。你平时没事去多帮帮忙，这也是应该的。你玩什么手机呀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没关机，是手机没电了。我打电话到工作室，没人接，打你手机又关机。我上你家去找你，你又不在家，你在杨小玉那儿，连你妈都不知道。我怎么能想到你的手机是没电了呢？那你凭什么就想是我关机了呢？我这不是刻意去想，我这是本能反应。那我就没办法了，你爱怎么反应怎么反应。哎，我请你以后说话办事负点责任好不好？我怎么负责任了？我哪件事哪句话不负责任了？珊珊说她要参加进入比赛，她说是你鼓励她的，对不对？是我鼓励的，怎么了？那你不知道，她还在上学呢。街舞大赛的参赛年龄是16岁起，你想想，有几个16岁的孩子不是学生？这哪里？还有，酒吧成什么样了？知道吗？酒吧又怎么了？最好自己去看。你把酒吧弄成这样的，开酒吧不是为了赚钱啊，开着玩呢。你别废话啊，弄成这样谁同意了？你跟谁说了？是不是你们让我当这个经理的？是不是你亲口跟我说要我做出成绩来了？是不是你啊？你傻呀，这酒吧是什么呀？休闲酒吧。你看看你现在弄的乱七八糟的，你赶紧的啊，把人全给我请走。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因为他们正在喝，要请你自己请。我这学着半线儿呢。哎呦，你半线儿，你哪会半线儿啊？我看看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学着学，看着看着也就会了。你看看怎么样？嗨，香油搁多了。啊，多了吗？那可不搁多了，你闻闻。我觉得不多啊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这包包子呀，看和做那两回事儿。哎，那倒是。这玩意好吃不好吃啊？当然也得别人说了算。所以有些事儿啊，给别人做主，
饭里有话呀？哎，我还就这么随口一说，我还不知道你。真的是这么随口一说，你别在意啊。那你倒是希望我在意啊，还是不希望我在意？了啊，不是什么，我跟你说，包包子这事儿啊，那是一个人费点劲儿就行了。可有些事儿呢，和大家你也使劲儿，我也使劲，都在那使劲儿，就背不住有人在使邪劲儿。哎，我可没使邪劲儿啊。你说你这，你怎么这么憋的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？别干了，快歇会儿。没事，我把这点弄完就完了。别弄了，你快歇会儿，快歇会儿去。这天的关系，怎么闷呢？乖乖，你别走那么快，你慢点走。没事。你说，我要是能天天这么搀着你，该多好啊！这样你出门啊，也不用怕带药了，家里边呢，也不为你担心了。我在你身边啊，你就什么事儿都别操心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不是成废人了？哎，我可没说你是废人啊，你是天底下打着灯笼都不好找的好人。快别说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拿着吧，你看看，真是。我可不是瞎说，我说的心里话。婶子，你说你吧，这怎么就老让我惦记着呢？我心里边老是惦记你。行了，到家了，都回去吧。哎呀，都到这儿了，我就给你送走。你快给我吧！你也不是第一次来，你刚才那个兴奋，我到时候我不放心。过去过去，现在呀，孩子他们给我这双新鞋，我穿着还挺舒服。这鞋啊，舒服不舒服，只有脚知道。这脚再舒服，手不下去穿，不是脚也没辙吗？那我是那拖鞋，我不用手也能穿。你这真能矫情。行了。你现在是好点没有啊？什么？麻烦好点了，走吧。三儿啊，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去啊？不去了。怎么了？好好的就不去了？你说我跟他们生的嫌弃干嘛呀？他们放着钱不挣。我要说他们还一堆道理，不去。哎呦，我不说你，你说你跟谁能弄到一块儿去？妈，我说句话您别不高兴啊。我觉得您跟沈大爷走有点近啊。您要真有那打算，我可接受不了。也不小了，是不是？身体真没事。您要有什么病啊，咱们照顾你没问题。可是他要有什么情况呢，咱们还得顾他那头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。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我跟老沈这么多年了，大家在一块儿有点什么事儿，互相聊一聊，是吧？帮助。怎么了？你们要是不愿意。我以后不让他来了，也不让他去包子铺了。您别急呀、啊，我这不是有什么心里话，我跟您说说，咱们得沟通啊，是不是？我没不让沈大爷去包子铺，您别误会。妈，你说你要不是我亲妈，我管这事？我不是你亲妈。那麻烦您告诉我，亲妈是谁？你没亲妈，没爹没妈。
石头缝里蹦出来。哦，我能有孙猴子的神通广大？你比他本事大，你多大能耐呀、啊？整天不干正经事儿。你别一逮着机会就说我，我又怎么了？你能怎么样？以后啊，你的事儿我不管，我的事儿你也甭管。那不行，你是我妈，您这一出门就代表咱们许家呢。我代表许家，我谁也代表不了，我就代表我自己。不跟你说了，气死我了。陈总啊，啊，这事儿您再考虑考虑吧。这个事儿决定了，我现在想去谈谈。杨震呢，在工作方面挺认真负责的，他还能干，您就把他留下来吧。这个事儿我也考虑过了，毕竟您他，我负责管理，他负责技术，我们俩合作的挺顺利的。你要真把他辞了，就技术方面我还真的不行。陈哥放心吧，技术上我给您开个新的建议。志海，我正找你呢。哦，好。你看这个一号区啊，有点问题。我算了一下，你得多加人手，加点班啊，才能完成这样。好，这要不就完成了。啊，杨工，咱俩走，我给你谈点事儿。啊，是。咱俩屋里说去。哎，好，赶快落实，听见没有？哎，要不工期不等人。好，好，杨工，我知道了。你就这么不念旧情啊？念啊，不念你进得了这个门吗？我可是为你做不少牺牲啊，春玲。那都过去的事儿。春玲，我还忘不了你。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以后别对我动手动脚。有男朋友？有男朋友怎么了？我还有老婆呢。春玲啊，我可以没有她。我不能没有你啊！干嘛呀你？哎，他不在这吗？这个不要脸！真是你啊！你给我走开！扫码，扫码，是不是？就你啊！你就是扫码！你就是扫码！你这狐狸精谁呀？哎，谁是狐狸精？别血口喷人啊！血口喷人！我是你，看谁的？我看的我就是你！这个狐狸精，你就你，你够了！我骂你！回来了，饿了吧？锅里有饭，我去热一下啊。爸，您总这么加班不是回事儿，身体累垮了怎么办啊？加班，以后再也不用加了。啊，人家把我给辞了。辞了？哎，爸，为什么呀？瓜老甜，人老咸。嗯，人嫌我老了，我就闲了呗。我说挺好的，正好您在家歇着。歇着，歇着能行吗？那就是歇钱。你说你现在带孩子，什么不用钱的？你还不想用这大头的钱？你那工资够用吗？够用。够用。谢谢你。为了牙往肚子里咽，是不是小杨哥？你就说这个奶粉吧，有贵的，有便宜的，有质量好，质量差的。你看见别人的孩子都吃那好的，你舍得让我们小杨杨吃那次的吗？爸，我们现在年轻，苦点没事儿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呀，哎，我能看你受罪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还图什么呀？
不就图你们过一个好日子吗？啊，我还能活几年呢？你别瞎说，我们这土埋半截子的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么回事啊。这人呐，就是这么回事儿啊。早知今日啊，何必当初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着急好不好？你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跟我说说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真的还为我着急吗？我当然着急了。我要不着急，我一天天的往这儿跑，我干嘛来了？我。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不值得你再为我着急了。我是个好女人，我欺负欺负实在是太贱了。春玲，别这样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我真是不想看到你这么折磨自己了，我求你别这么折磨自己了，好不好啊？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行不行？我折磨自己能怎么样？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爱情没了，事业没了，孩子没了，就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。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生下这个孩子，生下这个孩子之后一切都会变好，我为了这个孩子而努力。可是现在连孩子都没有了，你能明白一个女人失去她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我这么长时间，最后一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心里还会隐隐的作痛。不停地麻痹自己，我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过去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。知道你们都在鄙视我，你们觉得我贪慕虚荣，觉得我玩世不恭。可是你们谁知道我有多少苦，你有多少痛苦吗？放弃你。
我让你吃了那么多苦，是我不好。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？像小时候那样，我不会再让你吃苦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三者啊，跟哪儿去吧？孩子们的事儿，孩子们怎么了？那孩子一个个的，自己想干什么的干什么，就想这他能管得了吗？他，这那么多年了，我最清楚了。哎，你反过来说啊，就是他有什么事儿，那孩子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这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啊。现在是考验你了，看看你的成绩。我的这个成绩还用考验吗？你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你现在我跟你说，就是一关，你熬过这一关，你就出头了。不至于这样。哎呀，过去的伤疤就别再提了。你说这杨振也奇了怪了，工作也辞了，也不在家好好待着看孩子，说能去哪儿呢？我知道他上哪儿了，我找他去。妈，那你早点回来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头敞亮多了。咱们是酒逢知己啊，棋逢对手。你也就是这个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别喝了，快回家看看去吧。你们家小玉摔伤了，孩子没人管。啊，这是什么样的？别问了，回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师，我先走了啊。你看是他，他是一个是，他那个摔的怎么样？还用你管？把自己管好了就行了。你看你怎么？
见我面就没好气儿，我又哪儿又得罪你了？你没得罪我。行，我知道。哎，你就是嫌我啊像一副狗皮膏药，愣往上贴。问哪跟哪儿？哎，反正我知道我这个人啊，不遭人待见。说我呢吧？而我说什么，反正你知道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喝了。我酒醉啊，心明白。这是你的。家里没男人呗，说的也是。不过家里有个男人要老往外跑，那也不行。刺谁，他总得有个道理吧？干得好好的，说辞就辞了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凭什么？那叫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人掉河里头，非得踹上一脚。你为那姓杨的骂我，你脑子病来不轻啊？你懂什么？喝你的粥。说，哎，小玉怎么样了？这不是躺着呢吗？这回摔得不轻。哎呦，反正您有什么事啊，就喊红燕。哎，住得这么近的，有什么难处，您就言语一声。你昨天吧，幸亏老二呢。哎，啊，工地上的事儿啊，您放宽心，我呢跟他们再好好谈谈。老张，这事儿就算了吧，你就甭管了。正好岁数也大了，别歇歇了。哎，瞎忙活什么呢？妈，我在这练练手。练练手啊！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再看你看看。还能怎么样啊？在家养着呗。哎，你怎么不问问我怎么样啊？那我就问问你，你怎么样啊？那你给气着了，一宿没睡着觉。哎，你可别冤枉人啊！我什么时候气着你了？你还没气着啊？
你说我让你上我们家住去吧，哎，你跑去跟人家下棋去；我让你上这儿来吧，你又把那人勾这儿来。你说你这本事有多大？我倒想啊，把你招到我身边来，可我没那个能耐呀。你那能耐还不大？我要真有这能耐就好了。对呀，听爷爷话啊。爸，哎，哦，哎，回来了，放学了。哎，快叫奶奶。大刚来了。奶奶好。哎，小辉。爸，那个今天把小辉搁您这儿吧，我晚上上夜班。哎，那秀莲呢？我给她打了。